打个电话，帕德萨斯，把小鸡妹子拉我进他的公寓，干嘛？好，关一下歌。小鸡妹子，你拉我进你的房间想干嘛？想跟我约炮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你跟你男朋友分手，我就跟你约炮，小鸡妹子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要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了。啊，你这个你男朋友对你不好啊，你还不如我来照顾你是吧？哎，你这房子挺大的呀，啊，哎，你这个是水烟呐？哦，行，吸一口。你就跟你男朋友分手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咱们俩在一起是吧？小金妹子，你觉得好不好啊？啊？我觉得我迟早有一天会打动你，小金妹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转移车库，谢谢只对你执着送来了宝剑，可以啪啪吗？你觉得呢？哎呀，你看你小金妹子，你这生活过得不好啊！你看你整个车库就三个跑车，一个摩托车，啊，生活过得不好吧，小金妹子啊？你怎么长得比我高呢？啊？啊，没关系，个子矮聪明啊。这个怎么样啊，小金妹子？来，我坐你后面啊，我顶着你。谢谢铜锣湾扛把子南哥，谢谢只对你执着。小金妹子，再看吧啊，再看呢 啊。这个你以前是这个一直谢绝我啊，但是现在你已经被我搞到这个已经。有想法了是吧？对，你要说再看这句话，肯定是你男朋友对你不好，他天天是不是不在乎你，天天跟别的妹子玩，对不对？找我，啊，你找我，我会好好对你的，好不好？哎呦我操！看到没？就算发生了车祸，我也挡在你的面前，看到了没，小金妹子，看到没？啊，所以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么好的男人，全世界已经绝种了。分手吧，啊，分手吧，小金妹子，好不好？谢谢周大送大蓝星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跟我们所有在一起的妹子都有男朋友，只有一个人没有男朋友，你们猜是谁？谢谢大宝。所有妹子都有男朋友，只有一个妹子没有男朋友，你们猜是谁？啊，就是雅婷，还天天的，天天都四五年了，跟男朋友四五年了。雅婷妹子，对，雅婷妹子没有男朋友啊，这个很寂寞，每天晚上很寂寞，就不像其他妹子啊，这个有人安慰啊，是吧？来，进估计的图，只有雅婷妹子，对，其他都有，所有人都有。谢谢龙哥。雅婷妹子说实话啊，她没谈过恋爱啊，雅婷妹子还是这个怎么说呢啊，圣洁的身体啊，圣洁她没谈过恋爱你们应该懂我什么意思啊啊，谢谢洛云送大屏。嗯，等一下，还是处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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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所有基友团队就她一个是处。对，谢谢阿莫的阿南，谢谢你们不行动吗？难道不行动一下？啊，就他一个啊，大学生啊！谢谢林商送的六六大宝剑。等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你从来没谈过恋爱，肯定是错啊，想都不用想。你谈过好几个，那肯定不是。